我房间外面放一个这个啊，然后我晚上的时候我就可以用了。最好是、啊。真的省电啊，你不是要省电吗？接下来我们就要自己发电了，好不好？要用爱发电，不然电就太贵了。你就买不起电了，要自己发电。没有电了。你就要在自己家种太阳能田了，每一个窗户都放满太阳能板。啊，又是那个卫浴品牌啊，这怎么也做垃圾桶？这个是。